喵的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他喵的谁信啊，这把咱们对线花木兰直接打爆他，好吧，直接一级找他干。哟，空了，糟了，他走位，他拉扯我，问题不大问题不大，故意吃他技能，故意吃他技能。哟，我靠，看好我的细节，直接惩戒二技能到二级，来人了。哦吼吼，操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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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哎，被抓了，被抓了，死了无所谓，知道吧？我能杀回来。这一波的话，打野来了，对面怎么还有只鸟啊？就反了他。哎，诸葛亮在干嘛？你干嘛呢，猪？你这花木兰看戏呢？你这样哥挨了顿暴打呀？先整手背心穿上，太不安全了，又来干我了，那我走。木兰克程咬金，沉默克个屁呀，不出两分钟单杀他啊。一v一我确实打得过，但是一个打三个咱打不过，咱先苟一波啊。稍等稍等，小木兰他喵的，队友他队友好，三个全漏，这一波可以干了啊。注意看我细节，这波细节是什么呢？把这波兵线吃了，我会到达五级，等这三个兵全部站一起，对，站一起的时候咱们等个二技能啊，准备上了。他应该在草里刮他一下，好，大招一看你死不死。好，我直接进塔保命一波，没升到五级有点小尴尬，喵的，没升到五级呢，刚才不然他已经死了，他有闪现的，小心被他闪拍。好，你死了兄弟，去下路带节奏，我一会儿单杀他，等诸葛亮走的。诸葛亮他娘的蓝开的，老是抓上路啊，诸葛亮老是抓。哇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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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老来我这边呀？去下路打呀！我靠，人太多了，那每一波三四个根本打不了啊！这把算是逆风开局，总比分1-5，队友那边也打得不顺利，没有1v1的机会呀！哎，机会来了，我们杀木兰啊！这一波在这个位置。哟，走回家了，我靠，极其谨慎呢。哎，没回，没回，那你去死。花木兰残血还要摊兵，这个头送出了这把的转折点。人才啊，你要吃你就大胆来吃，你又吃又不吃的。那个马可上来了，操，又被闪现框了。哎呀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可是我这个装备参团就是挨打呀，再等400块钱的啊，受不了他们了，等我400块，干死你们。游戏来到8分半，对面小小马可在我方野区肆无忌惮的刷野，嚣张的吗？在我们家一闪拍人，下路有个残血的马可，这一波怎么说，经常也下来了。哎，我真不想 1v3 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俩还想宰我呢，你喵的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他喵的谁信啊，一杠三双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这波操作简直无敌，对面双 C 被程咬金切掉，应该看傻了在座的各位吧。收到。你小鬼还敢来凑热闹啊？
我就干你小子。直接给你预了宇宙第一层眼睛，防御塔可保护不了你。十分笨才有了第一次兑现，如果不是开局就被针对，这个花木兰早就被打趴下。好嘞，你现在吸我有什么用啊哥们儿呀，这不挨打吗？防御塔炸他，贴着马可，贴着马可，贴着马可，最后一秒跳，糟了，跳歪了。哎呀，漂亮，没事，换个马可一波了，不亏不亏，换了个马可，真猛啊！这花木兰，我靠，两个穿透装备伤害这么高吗？一剑拍下去，天昏地暗呀！糟了，开好小鬼的位置吧，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嘿嘿嘿，拥有顶级的意识，你还想跑？哪里跑？你的死金蝉哥们不收拾你，你这臭小子很狂啊！真以为哥不打你呀、啊？贴马可脸他就赚不到你，记住这一点兄弟们，遇见马可不要跑，他们大招位移的，就贴他脸，死贴他脸，他就赚不到你。还敢嚣张，鬼谷子准备拉了这一波，我直接一脚我直接一个小走位，谁行啊，来强推了，强推了，一波一波一波，哇你都敢冲我脸上了，你这小马可真的是嚣张。从开局被针对的零杠三到现在十四分钟的七个头，对面 C 位还是没有了解到程咬金恐怖的伤害。怎么还把人家大招给打歪了呢？差点给我撞死。一波一波一波，拿来吧你。前期的逆风只是暂时的，我还是能翻盘的，拿下程咬金逆风翻盘，你学会了吗？